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sson， 欢迎来到一人手间。器官，别来无恙。火器官是我马叔能想到反清一事，与陈近南一样都被证实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，不仅在少林十五中排行第一，更是洪家拳的创始人。在下洪七官，在下方世月。在1994年由李连杰主演的《新少林五祖》中，导演王晶将一柄长枪定义为洪七官的标配，与其紫红文鼎双枪合璧的名场面，更是香港影坛经典之一。昨天你把我唯一的一条内裤给洗破了，那你不是没有内裤穿了吗？没关系，比较凉快。甚至在后来翻拍的所有剧集里，洪七官不拿把枪出来都会让人觉得奇怪，形成了风靡一时的七官热。虽然片中几乎都沿用了太极张三丰中的配乐，但是胡伟立还是为洪七官拟定了专属的 BGM， 显得与之枪术相得益彰。不知是不是巧合，同年9月，亚视推出了由陈木胜执导的《少林异史洪七官》剧集，为洪七官补全了虎合双形、少林棍法等成名绝技，此剧更是甄子丹为数不多的连续剧之一，腿功拳法可谓展现的淋漓尽致。原本小说中将方世玉暗算致死的少林五老之一五眉师太，更是被改编成了方世玉的师傅，实为有趣。其中亚视武侠音乐教父黄邦贤为此剧制作的配乐，更是将古寺的厚重神圣与洪拳刚劲有力、大开大合的特点融合得恰到好处，是戴森童年最喜欢的BGM。那时候陈木胜还不是大导演，甄子丹还没有成为宇宙最强，影帝张家辉还在奇迹的戏路上慢慢熬着，而我坐在自家楼梯上拿着棍棒把墙给捅破了。由于大多数配乐来自于网络截屏，戴森会把所用到的配乐在公众号图文版中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